那个你喜欢这首诗是吧？然后嘉燕就接着说，我很喜欢这首诗。哦，对，芬达知道吗？NG 二十次被吻到三七七，柯佳嬿喜欢你的形状，打撩林柏宏。叫出来，叫出来！好，nice！ 一生只爱一个，本来就不是大自然的常态啊。严重说，这种真爱只有一种七星蟑螂才做得到。I'm grateful。你跟对方要一句话，觉得哪一个地方最有看点？而且你也说北京说错错。七十岁的 Billy 姐不是假所谓，在妈别闹了聊了 key， 不止演吻戏，也演床戏哦。But 要选真实的伴侣，咱们 Billy 姐可是很挑菜的。我希望他很幽默，然后很会穿衣服，很懂音乐，然后很懂得生活，然后最好是开飞机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你可以每天有不同的男朋友啊。哦，It's okay。谢谢天扣。没有事嘞，会记得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后面一个人演了两三个月吗？没有两三个月啊。那个镜头拍了20次，我跟他讲说，镜头到了那边已经他，可是镜头还没有到，他就亲我。我不知道，可能吧。然后就是亲我20次，我就翻脸了。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设计的这个阿北的选角需要经过比你的挑选，他都不敢。他的目标都是那种好莱坞影星，都给不起。虽然他很烂，两位姐早安，但是他一点都不软。哦，嘉燕的京剧真的很厉害，你们两个都很厉害。他们在选房间，对不对？他是选剧情，对，剧情到这边就没了。本来我已经要买他了，可是他们继续演。哦，接下来柏宏就说：“原来你喜欢这首戏吗？”然后嘉燕就接着说：“我很喜欢你。”哦，对，芬达知道吗？不会，我希望他全都看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，哎，这个大楼的脚震对我，让我不开心。不开心。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！阿哥最怕的，被他。